街拍击爆我的创作灵感，捕捉生活中每一个细节，不管在走路、旅行、上班，每一个时间他们的发型都是长得不一样的。做日系的发型，我们需要的是轻盈跟线条。他的脸很小，头发过长的话，那看起来比例会没有这么好。我希望让他的脸跟头发的长度比例是比较刚好的一个长度，不会帮你做太多的层次，有点厚重感，凸显出来他的外翻的样子会比较明显一点。刘海在眼睛最外边开始做一个长度，大概抓在鼻子左右，连接到他旁边，在修饰脸颊的这个区域，盖掉脸颊这地方是最重要的，他脸的比例它会变成比较椭圆形，他这样子的形容最适合他。发型最重要的就是回家把好看的头发烫成帅哥。一般人可能会觉得他不需要再打薄，你很细，可是因为我要烫头发，需要制造一些空间，不一样的线条跟空间在里面，烫起来会更自然一点点。这次会选 M1 是因为他头发它有微微的自然卷，我药水不会用到最弱的，会比最弱的再强一点，可以去稍微去矫正他的头发的状态，帮他稍微做一些缩毛矫正之后才会去上卷子。上药水最发根的地方会预留3到5公分，我不会去烫它，因为我还是想保留它原本的蓬度。水质感最强的是拉直的状态下，头发可以非常柔顺跟轻盈，那我可以把它结合在我的烫发，看起来有光泽又有卷度，这是我用水质感最大的原因。它是比较属于比较慵懒一点点的造型，你看它的卷度其实也没有到很卷，它是非常非常自然的，不管风吹雨打，就它的发型还是可以呈现我们所想呈现的样子，这也是现代的女生她们会比较喜欢的发型。